怎么回事？难道程序出 bug 了？那就再试一次。我的法力怎么消失了？那我还怎么救他？我好像喝了酒，之后，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算了，不想，直接去问将军。不错，夫人可是给了我很多惊喜。很多惊喜？能具体一点吗？夫人何必明知故问？本将军一觉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神清气爽，病痛也去了七八分，实在是神奇。可是那御医他夫人迟迟不肯离开，难道说是想留下来和本将军一起沐浴？不了不了，我现在你继续